张惠妹自卸下好声音导师身份后全新开始忙工作，作为演唱会女王的她近期即将推出 Amazing Live 2世界巡回演唱会现场 DVD。 10月17日阿妹一身黑衣参加 DVD 发布记者会，不少好友通过 VCR 表达祝贺，让阿妹惊喜感动不已。不过主持人黄子佼现场调皮，向阿妹探听此前共同担任导师的汪峰的新恋情，让阿妹一时语塞。汪峰跟章子怡是他们那时候交往的时候你有参与的，难得回来嘛，顺便聊一下。最近身边人是非不断的阿妹被逼成为代言人，不仅被问汪峰章子怡恋情事，更被问及经纪人钟若涵与黑 B 田馥甄的同性绯闻，让他措手不及。那不然聊若涵啊？哦，你点好多，你话题好多。阿妹完成15周年演唱会 DVD 后，马上就投入新专辑的筹备之中，事业如此顺利，不知道阿妹有没有及早完成人生大事的打算。这个部分我没有，并没有在我的计划里面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人生毕竟要经过的，经历过的，然后我现在也很开心的在过我自己的生活，那我觉得一切就是他该来了就来了，对，就这样。而对于不少人有意见的身材问题，阿妹也是毫不介意，声称健康最重要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